为什么选这个，是因为主题嘛，好听吗？没想到就是说那个别人都能看到，就是很尴尬。我看到你们进来那一刻，我就是想钻个地缝，怎么能被你们看到那个样子？哎呀，我决定还是用手机先放一个歌吧，用 QQ 音乐放一个歌曲当一个，对吧，那个背景。嗯，亮吗？那你帮我，那我调一下亮吗？你们觉得我亮不亮？是不是有点太亮了，看不太清楚我？给你我的星座纪念，这份爱人是任何时候你打开都新鲜，是不是这样好看一点？有我陪伴，多苦都变成甜，这样行吗？可以啊。 Hello，睁开眼就看见永远，换一个。你们都在说什么？我看一看。
这么多礼物。我也想你们。哎呀，他们说什么我怎么都看不见，太快了。那个吃饭了吗？吃了，刚刚在家里面叫了一点吃。我现在声音小吗？在你踩过的脚印，看看背后的抱枕，完了被你们发现了。其实谁你们知道吗？是我的偶像。我的现在声音轻吗？现在还轻吗？I cannot， 真的是柠檬范伟老师，你们柠檬他，那没办法，范伟老师是我很喜欢的偶像。不要问为什么。可以多发微博，好的。我一定多发。谢谢那个好多人送的那些好多的好看的礼物，是。然后你们想给你们先看一看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的东西，嘿嘿，这是我的青春纪念册。青春有你的比赛里面有没有想送欣然？等会儿再回答你这个问题。昨天我们两个还发微信来着，不是昨天，是我们两个每天都发微信。现在声音还小吗？诶，他们会为什么会说我声音小啊？他们为什么说 OK 的吗？ OK 的，不小就行。然后给你们分享一下，我在那个，因为我们在里面是不能没有手机的嘛，所以我们都会拍一些拍立得。其实我平时是很懒的人，然后就算是在平常，然后都不会经常拍照，然后也不会经常拍拍立得。然后是因为小宅，因为小宅很喜欢拍照，然后就带的我们都会经常拍照。因为其实里面有很多的回忆值得被记录，但其实我还是很懒，就拍的没有那么多。小宅有这样的本子有两个，然后我就有一个。然后给你们看一下，这个是我们的青春纪念册，里面有很多我们的，哎，没了。你看一下这个吧，这个是我跟周怡的，蔡卓宜的，然后是因为我的秘密，然后我们就变成了好朋友。然后卓宜长得非常漂亮，然后我们两个这次拍照的时候是有一次我们一起大家吃火锅。八个手机，八个手机，你们怎么知道？什么？好，我们那个不说这个话题了啊。今天怎么穿那么粉嫩的裙子啊？因为青春纪念册嘛，我觉得就是要青春一点。哎呀，你们不要老 Q 我吧，谁出卖我了？苏欣然说的，那我要曝光他，我要曝光他。算了，给他留点面子好了，给他留点面子。宋欣然有很多可以曝光的事情，我一会儿慢慢跟你们说。谁让他曝光我？他太让我气愤了。这是我跟星星的，然后这个是我拍的，安琪、孙瑞、小宅还有那个小唐，
还有我和小云的，和小云的48什么是个好东西，这个是我跟依依的，爱依依，很可爱的女孩子。然后口袋48是什么东西啊？哦，我知道了，口袋四八是不是他们48会在里面聊天的呀？我记得之前冉冉有跟我说过。这个是我跟默默的，默默泄露了好多，他泄露什么呢？其实好多都是我和小宅的，还有安琪的、星星的，然后这个是跟小鸡蛋的，小鸡蛋我们两个在练习室的。你想听 YOLO？ 我怕虫。我是怕虫，我非常怕虫，我很怕那种带壳子的那种硬的虫子，然后怕那种脚很长的虫子。那个口袋48是什么呢？那个是我也可以去看的吗？那个口袋48是我也可以去看的吗？然后再给你们看，这是我跟傅雅宁的，这张没怎么照好。我跟邹思阳的，这是我跟陈曼欣的。然后这个是我跟冉冉还有静阳阳，我们在房间里面拍的，是在宿舍里面大家都素颜的时候一起拍的。然后是我和婉晨的，这怎么给你们看得清楚一点？然后还有这个是 It's OK 的时候，跟学长们一起拍的。反正这些都是这段时间的一个纪念吧，虽然也没有拍很多，但是起码这些都是这段时间的一个记录。多发自拍啊，哎呀，我的自拍，哎呀，说到这儿我就觉得我的自拍不是你们不是很满意吗？然后我现在在学习好好拍自拍，用原相机拍自拍，不要开美颜，我知道。一会儿我给大家唱一下我的秘密，是我第一场公演的，然后用 QQ 音乐给你们表演一下，不知道现在还能唱成什么样子。还记得吗？还记得我的秘密吗？ YOLO 会唱吗？ YOLO 肯定会唱， YOLO 是我写的，我肯定会唱。你们是不是都喜欢 YOLO 啊？你好吗？你好吗？你好吗？好像在 QQ 音乐有很多人听这个歌是吧？我感觉你好吗好像大家听的比较多。你有没有翻个来，把所有有的没的都聊个没完，生活就是这个呀，有难过有难说，好的坏的都自己承担。你们听过不在乎吗？在 QQ 音乐上也能看也能听到。不在乎是我很用心在唱的一首歌。很多人觉得不在乎是写爱情的，其实不在乎是写写我的经历的，也是我对我爱的这个事业和坚持的这个梦想写的一首歌。
你们可以细细品味一下。好的，开通小红，好的好的好的，我一定多向小宅学习。小宅是我要学习的对象，我现在我都会问他平时买什么相机，然后怎么拍的好看，向他请教，就是希望你们能看到好看的。我喜欢粉色系吗？我喜欢啊，就是粉色的、黑色、白色我都喜欢。我要靠着娃娃坐一点。不在，姐姐开始唱不在乎吧。唱两句吧。说真的，我不在乎。伤害了我的次数，所谓的真心付出，也许是我已麻木。说真的，我不在乎，也许是偏离了路，总还是在为谁哭，哭输给赐福。其实不是不在乎，其实还是很在乎，才会写出不在乎这样的歌。你们也多去听听我的歌哈。YOLO， 你们有看 YOLO 的词吗？Wink， 想让我 wink， 都快背下来了，什么时候唱给我听一下？记住我的名字 Flora， 这城市是悲伤的灵魂过来的筹码，这聚光灯照着我，让我不再怕，聚光灯是在那让我看起身上有手不 I don't care just let it go， 你不曾听见破碎的声音 You don't know， 习惯把期望放低 You can't hurt me now， 虚拟只为玩耍，你看我如何拿下你望而不及的 top。你们是喜欢我唱 rap 还是喜欢我唱歌啊？看看这里能不能唱一下，看一下啊，唱一个。唱一下。还没来个不想再有谁能真的看得清楚，要怎么做未来的拼图？不会为了限量款排队，我的时间量我才说时间比 life 还贵，人生总苦短又怎么能白费，没兴趣在乎在别人眼中的定位，不懂我领域，讨厌我经历，不需要多余的音乐，只想跟懂我的说一声幸会，因为别人都是快乐是自己的，没人可以借，忘记了恨谁有谁忘了谁，偶尔在情绪会泛滥的夜，没有人会帮你把你变得更好，错过真的怪你没那么趁早，每天都要抱着前进，我是不要做强劲的实力，再跟全新的自己问好。怎么会在任何时候为我开始好释怀，该不该还没来的不想再，有谁能真的看得清楚，要怎么做未来的拼图。我现在是不是跟 Johnny J 老师合唱了？可是明天还没来，明天的一切就算突然我也不奇怪，我不再预测未来，因为总在意料外。豆芽在世界变得多么快，总没想过买个彩票可以让我中奖，也不需要不实在的面子，为此就不跟别人谈论什么梦想，只要这个梦想都变成了线，不管我是试试看还是扑了空，直接做的而不是挂在嘴边，是个穷光蛋还是大富翁，我的经历得过好我的每天，因为灯不会在任何时候为我开始要释怀，该不该还没来的不想再，有谁能真的看得清楚，
要怎么走未来的拼图，要走好每一步，但不会在任何时候为我该是好是坏，该不该还没来的不想再有谁能真的看得清楚，要怎么走未来的拼图，哎，不用去猜，还没有发生的不用去猜，不用去猜，明天是什么样不用去猜，不用去猜，该来的总会来，不用去猜，不用去猜。猜测我未来会碰到麻烦或惊喜，虽然也常会有问号和感叹号出现的，不让它留在我心里。曾经我为了去武装好自己，很快就学会了冷漠和脏话，现在我不想再装，我就想跟有人都活在这当时，时间又不会为我来着不走，干嘛停下来为了选择头疼，我的新目标就在下个路口，现在要做的就是加点油门，当我穿过拥挤的人群，穿过铁骨是被冲洗的人情，感谢所有为我吊起的灯，在我丧气的时候总是仗义的过来爱我们淋，谢谢为谢谢你们为我在路口点的灯，真的看得清楚，要怎么走未来的拼图，先走好每一步，等不会再事后为我该是要去坏，该不该真的看得清楚，要怎么走未来的拼图，还可以吧，我其实一直很喜欢他这首歌的。我一直就是很喜欢 rap， 然后也很喜欢很多的 rapper， 然后也自己尝试有写 rap。因为我后面马上要发歌了，然后也会有很多 rap 的部分在里面，到时候大家可以来 QQ 音乐听一下我的新歌，很好听，一定不会让你们失望的。我这两天已经在录歌了。你的怎么不飘？我看到你的飘啦。期待我的新歌，好的，一会儿给你们弹个琴。因为其实在比赛之前的几年里面，我一直有练习一些乐器，因为我觉得可能自己在乐器方面还是有一些不足，比如说像琴啊，像吉他啊，架子鼓啊，我都有学，然后后面也会陆续给大家录一些我打架子鼓啊、弹琴啊、弹吉他的视频，希望你们能够看到不同的我，然后也希望如果有机会能够开自己的歌唱会的时候，能够展现给你们的东西更多。多直播啊。好的，是听不见我说话是吧？声音小，肯定的。你们想看我直播，我就肯定多直播。主要是我不太会讲话，就不太会在直播上讲话。但是有你们在，我还是觉得其实还挺好，挺轻松，挺好玩的啊。还有就是我一直想跟你们说，之前在节目里面有那个泡泡读信的环节嘛，我不知道放没放，但是我其实很多人的信我都带回家了，我现在很多信都在我的家里，你们给我寄来的信我都有看，而且我都看了好几遍，然后虽然有些人的字吧，就是说怎么说呢，就是有一点，对，我得非常认真的看，你们是不是故意的就写得很凌乱，然后让我很认真的看，然后我都有仔细看，都读完了，然后我嫌弃你啊，我明显吗？但是我都看到了，然后其实是你们的支持给了我很多的动力。
是不是这样说话好像就清楚一点，就是就挂在这儿清楚一点，是不是？这样行吗？专业嘛，两个很清楚的啊，很清楚的就可以了，有那味儿了。好的，分享一下我们26号宿舍的事儿吗？可以啊，你们想听什么？想听什么？看一下，坐姿过于豪放了。哎呀，对不起啊，被你发现了。想听我喜欢吃什么味道螺蛳粉？我跟你说，我这回来这几天，就是已经开始上网订购那个螺蛳粉了。没有林小宅的日子，简直就是没有人给我煮了。我期待林小宅赶紧过来。我进组之前，我都是不吃螺蛳粉的，因为我觉得那个味道，说实话，我也是觉得有一点冲。但是呢，吃了一遍之后，我就发现，哎，好像跟我想象的有点不太一样，好像真的蛮好吃的，所以你们也可以试一下。听说了我爸个手机的故事，就是说这事儿肯定是宋熙冉说的没跑了，因为，也就他知道了，而且，哎呀，他怎么能这么就把我这个说出去呢？唉，就是他是吧？太过分了，这个人。我为什么拿这么多手机？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拿这么多手机，可能就是有先见之明吧。因为我听说我们用不了手机，然后我就想说，能不能就是藏起来？结果没想到没藏起来，就是有一天回去发现全被收了，我当时就是说，就是觉得自己的智商可能跟我自己想象的有点不太一样，尴尬。我嗓子咋了？我嗓子没咋，我就怕这样说话吧，又声音有点大，但是就这样说吧，这样可以吧？我说说冉冉啊，冉冉就是，就是其实这两天回来就还挺想他的，因为在那儿住了半年了，就是每天我们两个都在一起，分组，我们两个也经常分到一个组，平时上班下班啊，然后又在一个宿舍，就是每天都有在他在我身边，但是突然间回来了之后发现，就是不在了，然后就觉得很想他。也不知道他想不想我，吐槽他。他就是，我跟你们讲，他就是这样的人，每天都说减肥，你们可千万不能告诉他啊，就是每天都说减肥，然后每天我吃点什么，他就说，哎，给我吃一口行吧，给我吃一口。然后我和默默，我们俩就吐槽他，